群山连绵，巨龙横卧，两山相对，雁出其间，三边冲要无双地，九塞尊崇第一关。这里就是雁门关。远望长城，犹如一条长龙，蜿蜒盘旋在崇山峻岭之间。烽火台错落有致，叠垛口整齐有序。走进雁门，信步古道，仿佛穿越千年，两军对峙的古老战场浮现在眼前。狼烟起，马嘶鸣。他北扼游牧，南守农耕，他送昭君出塞，迎文姬归汉，他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抗击日寇的进犯，挺起了民族的脊梁。一座雁门关，万步华夏史。如今中华复兴，山河无恙，一代雄关华丽转身，开始了迎来送往，四海宾朋从此络绎不绝。